还没啊，还没来。来喝加茶，加茶，这水就像是汽水，像雪碧，但是是韩式口味的雪碧。这个比较像苏打，苏打冰的口味。热天的耶，好好玩哦！给阿妈一口，你要到阿妈。阿妈说你用滴滴。阿妈，你看你摇头。这个像那个苏打冰的口味。有糖，又不会太淡，又不会太甜。有糖啊。我说这是像苏打冰的口味。有点像。